地走课，我说站在那里面没你教这个不？那你们有没有问题？就是问题这边就是迷宫路来比路亚的路，别到哪路来比路亚不？那老师立马叫了提一个多问题，迷宫路来比路亚也不到哪路来面。提二了的时候，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就是稍微偏轻嘛不？会看到提问题啊多个不？所以提的弄来对了的呀嘛，就是迷宫别到哪。问题也是美国别的拿不？你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就是美国嘛，其实老难老师隔壁嘛听不懂，这隔壁嘛听不懂嘛，然后他们外嘛懂了，所以提一个多问题。那太太就是落叶，就是很那八卦的不？很太短的那里，就是苏巴雷蒂斯加的他们有不？她很漂亮，那她太漂亮了。太逗了，那么 lovely 看没懂那些啊不？太，alone，哎呀，very 那种嘞，这是很好的 very，咱们很太 super ladies 撇多了，就是太，这个人没读过的呢。那老师，A 读太那不代表造句一下，我叫你这张老婆表吧。老师太漂亮，哎，老师太漂亮哈，这下你这张不要会计吧？漂亮啊，说实话，老师不要来了。我有太铅笔。俺都懂了没有？都是那么苗大片，这个来讲苗哎，唔嘛，这件衣服太大了，大就是几多 bit 这件衣服太大了，连几个几嘞？就是他们的家太大了，多少人啊几嘞？阳光太大嘞，阳光啊几嘞？妈妈煮的菜太好吃了，好吃啥高多 adjective，所以妈妈煮的菜太好吃了。今天的咖啡太好喝了。地茶不啊，太热闹嘛。哎，这地来的时候地茶杯吧。那泰国那就叫那个谁，King 秋菜，泰造句一下。苹果泰，问你也白陪了，他也白陪了。也那是呀。亚大些这种就就说亚大些说好啥高难的不外面，谁记得谁不会东亚的，谁记得谁不都 H 还是说adjectivity 呗？啊，老师，俺都读啊班的，弄啥来了？我表了爷了，老师。俺说懂了没有？俺们就当真来说，你发住房比较多嘛，喏，俺在那学外，就是俺说本地谁记的，俺说谁记的说着，谁记也不如好。贵，对啊，贵是太 H 贵了，叫对太哦，贵太。了，那懂了了，adjective 里苹果太贵了，还是谁包也不如好了，便宜苹果太便宜了。啊，这件衣服太便宜了，这件衣服太贵了，东东亚人了，adjective 啊，那就要太教育一下，找内吹。快点，快点，明年。这道菜太好了。这道菜太好了，要不嘞？那老师，么子多多就是面比较多，adjective a lot of 面比较多。学校有很就是说学生太多了，学生太多了，知道吗？那个长得喵弄的，我们班有学生太多了，俺就这么长得喵弄的多啊，不嘛，高飞在嘛八里面嘞，沙鸡在嘛八里面嘞，就是动物呀，不咯？上话再说，later 就是捏巴的 adjective 呗。我们班有学生很少，太少了，捏弄嘞，就比较动物呀，很少啊，多的张少的张，张那第二我叫会啊，第二天我那张会啊嘛，第多着哭少着哭，还没太。我已经吃了太多药。
我已经吃了太多药，俺妈叫了喏，我就是不用了，反正方便多也看没有交流性，都很那味的弄药哎。我已经吃了很多药，就算我 over stabilized version 的多路面，不是说吃了，反正东海也转那个好多路面些，我们说算了，太多了还没有讲，没说三件粉多分量嘛，他这件衣服太多了，太大了。哎，这件衣服都要那么分么吧了，那米难丢，所以这件衣服就是实在太多了，就是分你俩懂了不？所以我还没太懂哪里生的说，我已经吃了很多药，我不是说吃了分猪血多少转，太多的嘛懂了，分撇多少转，老师分你俩懂不明白了，因为吃了分太多了分撇多，所以老师都我不在脑表那里呢，很多路的动物呀，所以我已经吃了很多药，那心里面也到了这步了。好，上课了，还没听。茶喝，茶喝。他喝一天少水。什么意思？有的呢，有银的呢，你会到的。他一天喝了很少水啊！他一天喝了很少水，我不能说的嘛。他一天第一个喝了不足呗，所以有时候很多路太多路面很那段。他一天喝了很少水，都等你有银的那边到的不？好，所以老师就没有动了。所以，长大以后呢，太多啥，我家回来不？那个要记得哦。那老师太多，那个题太多，然后老师上半天嘛班，然后题太多是吧？没有面弄的不？我们说考试的时候题太多了，上半天嘛没有面弄的不？那老师上半天呢也会题太多，没有面弄的，题太多。没工呀，弄的，做就是 do 不漏的，不要玩，玩就是 finish B C D 不要玩啊，做完做那玩的不要看吗？不漏 B C 多也不做完了，马上老师啊，你 B B 啦，做好了漏动了没有？做完了 finish 好，好完了 B 耶，可是老师你妈叫不玩的对，不玩了放弃也不喏，漏漏 B 多也不，是哦，老师啊，你有就是一看还来的不啊？你这让你一看 B B 啦，哎，老师我漏 B B。我做好了，模糊，我做完了，不管做什么都 finish p u p 多的时候还没有动静。那啥路工啊的，那啥 b 多啊的时候还嘛？我吃好了，模糊，我吃完了，知道啥路工啊的？就是 a 咋也 b 多啊的 finish，我写好了，模糊，我写完了，一路 bb，我今天作业写完了，我的菜吃完了，我的咖啡喝完了。喝完了，不完了，就是道路工多阿比，道别多阿比不，所以嘛，好人的都不秒，所以你嘛做完，我做完什么什么的，我做完作业了，哪一张路比多阿比不？那个，我做完了，啊，路路比多阿比，都苦苦 finish 路路比多的下面嘛，懂了？所以老师 grammar 写不咯？不完了，啊，路路么比不？我没做完了，懂了？不做完那么多，把不如路停了。开开，把不落不做完那么多，我没做完了，都拿嘞。开开，没做完，把毒房，对噶啦，对噶啦，你撇这转咯，俺老老么比不熟啦，噶老师啊，对噶啦，你用东西那撇这转，我不做完路，老师丢啥嘛不咯？做完老比也老么比熟啊，老师三只嘎这边有人，哪个股没有？这叫骂他不不？这大楼么西不？我不做完做这三只嘎丢啥嘛？被多嘛么西不？我没做完，把不如嘞，万万房就是说，对噶啦，就是哪个股没有不？future tense 有 present tense 有啥呀？不完，所以别多嘛，不做完，不吃完，那个不洗碗，不洗碗，说的还没有，没洗吧？不，这样也该弄，弄完没洗不？都也没骂嘞，没啥米呀喽，别多嘛没洗不？这个啦，present tense 别洗，我没做完，露露没比不，这个露骂的一部分东西呢，我还没做完，露露没比对不不？好，还的嘛。
对的，我还没做完，还漏漏么逼的。刚刚说老师叫你做一件事情，没有跟下都哭了来的嘿。那个，你知道你做完了吗？老师，我做完了，只是俺漏漏逼逼。老师，我没做完，俺漏漏么逼不？哎，老多俺漏漏么逼对不？多对的。那我还没做完，啊，你也是嘛？不还有他录下的房吗？我还没做完。老师，俺啥漏么逼对不？做不录表么咯？那个，你知道。我还没做完吃，饭碗还没哦，我还没吃完，我还没吃完。但是你吃啥？我吃面啥了嘛？必得我不在吃。我还没吃晚饭，我还没吃晚饭。好，那你自己讲你自己评。我夜了嘛？必得不？我还没写完。啊，但是我不在吃，我一直夜了嘛？必得不？我还没写完作业。好，那老师那在哪里啊？我先吃了嘛，比得无数一般。我还没煮完菜。好，那下一位，我英语学了嘛，比得无开开。学的 city 啊，就是洗呢。我还没洗完衣服。好，我还没洗完衣服。好，啊，高飞到了嘛？比得我可没说。我还没喝完咖啡。好，我今朝到了嘛？比得我可空。我还没用完电脑。对，所以老师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用的，把完。啊，做完比他比麦老师做你嘛？都差哈的，不管房里面几栋楼呀，也唔难对喏。好，那老师的你妈一边吧嘞，我还没做完，俺录么比对不？我还没吃完，俺啥录么比对不？但老师 grammar 呀，进八百许的对啦 ，subject verb 许的 object 么许的，那 object 太露妙啦，呀人咯，挂过去。好，我一路么比对不？我还没写完，sorry 喏，让他挂我边喏，老师一他骂你喏，我还没看完，就是啊，记录么比对不？啊，记录嘛，必得有。他说：“我有先记录嘛，必得有，说不录表嘛，确实。我有先记录嘛，必得有。我还没看完电影。啊，很棒，我还没看完电影。好，那我还没说完啊，表录嘛，必得有吧？比如说，老师还教我什么呢？录机也是给他表呢，前面钞票表来的。啊，表录嘛，必得有。我还没说完，喏。”啊，表露嘛，比得没有录机啊，表来的，我还没说完啊，表露，比得这是咩样的都喵，我自个表来看嘛，啊，表露嘛，比得所以还没动静，我还没说完啊，表露，比得不好，故事就是本片的哪一 story 啊，故事，再说一些，本片的好玩来在的，你得啥？我喜欢听故事。我喜欢听故事。好，我还没听完，我还没听完，就是老师把嘞，我哪趟路么比第一步，东路亚那边听啊 ，listening 哪趟的不完法，所以不完放东他不喏，不完了，我还没听完，我说俺哥俺宝贝哥哪趟路么比第一步不录表么咯，那个机票。我还没听完，不是。好，那老大的就是上班，老三的就是下班。他说不行，我那来没那是哪一老大的？哦，我那来没那是哪一老大的？几表面喽？我每天8点上班。你来没？没那来？我每天上午。每天？我每天上午八点上班。八点上班，8点上班。好，那下班下一位那个没等的，我娘在是哪一路线呢？没等呢。
我每天，晚上8点上班，下班。下班。我每天晚上8点下班。好，那老师你好哦，你本来你今天本你。你们那那本来漏掉了，你们那本来漏性了，所以没工，叫他调成秘籍啊。你们那单本来漏掉了，你们那单本来漏性了，就是老师 answer the question 嘛，东路亚来不咯 ？Olivia， 你每天，你每天上午，你每天，你们那单，你每天早上。你每天早上，几点上班？你每天，你每天晚上，你每天晚上，你每天晚上几点下班？下班，下班。所以老师，这个是 answer the question 的东西嘞。你每天早上几点上班，或者说你每天晚上几点下班？好，那老师唱歌，那老师他是蛮弱的，就比较贵。唱歌的轻松的，唱那歌快乐呀，那唱。他说我苏德德，所以就比我们咯。的亲妈爸呗，我苏德德呗。Nora， 我会唱。好，那老师找我不在太太来打唱歌啊，是不是？我也顾个的清楚呀的，在的。李江表演哦，不是这那个的，不是这个是那个这个是，你有么？我也顾个的清楚啊啦，在的。李江，我的哥哥喜欢唱歌，我的哥哥不喜欢唱歌，我哥哥你。你哥哥喜欢唱歌吗？你哥哥不喜欢唱歌吗？好，那老师对错？对呀、啊，老师慢的，慢多错啊，妈的，妈多。哎，那可我快了点，对错是吧？慢妈，对错啊，慢呢，妈。对着弄呢就是慢的，错都不来算妈的，啊，算慢啦不，咪个，这个对吗？咋慢啦？这个错吗？妈了，我妈了，我错吗？我妈了，还有什么呢？你这个表的一个考怎么样？这个表的考嘛，我表妈了了，我说的错吗？我说的错吗？我表的妈了，我表妈了，老师，我说的对吗？我说的对吗？我表的妈了，就是老师这种有点动物呀嘞，对错？好，跳舞跳舞呢，不得比我家婆子要，丽江怪我家一大婆，咱们我表的啥讲过，丽江变婆呀没？你？哦，你好像老家没表示。哦，你呀，我对，要不好。我对跳舞有兴趣。所以我没对对娘。我对跳舞。我对下舞有兴趣，我对舞没有兴趣。你对下舞跳有兴趣吗？你对跳舞有兴趣吗？你对跳舞没有兴趣吗？你也有啊，这是很好的哈，都懂到了哦。关键是老师点到了对法嘛，喏，阿波嘛，说是好懂到了哈，这个是很好的。那第一就是不成嘛，第一不成嘛，第二属于嘛，比如第二，到底要属于第三，第一老师自家表演不他妈罗不晓得第一啥外地嘛老师注意里面那不他妈数名吧名字的名就是第一名不他妈数那老师 HSK 45家也注意里面哦都哭完了来看牙齿也不不他妈数牙齿的牙齿要是老师妈叫了 MD 哭了明天没得牙的一个第一名第二数就是第二名第二数就是第三名那不他妈的哭第一个如果没有 AD 在位的还是少在多的还是 AU 在多的大家看嘛，老师 ，PC 这块有逻辑呢。PC 呀，试一下啦。面冷牛头皮哦。我要那个第一个，就是拿不他妈的酷有吗？我要第一个。面我第二的酷冷牛进来，面没过来，你干修路面要三星，我就看一下嘛嘞。然后二关掉，第二的酷，我要第三个的，第三个。好，那不他妈路第一个人，我路的热成也不。那第二个人是我的哥哥，我昨天路我也过。那第三个人是我的第二路啊，我的爸爸，我皮皮的，第不那不他妈的车第一站，第一站，比如说如果你在买，你车一下的，没有没有，没有，我想要买那个第一站，
我想要买第一站，然后不他妈的谁录去呢？我去的，就是啊 ，C C 就是要小咖喱啊，还是十几 C 里嘛，当然没有比较不台，所以第一台，哦，我想买第一台，我想看第一台，哦，都没有用，我表列看嘛，当然不，碰上的，就是打电话，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你别乱按碰上打嘞，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是话柴别去读个，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就是 subject time for object 房东他不呢？subject 就是你什么时候就是关心 time 我呢？没工批的对，马上退下路了。什么时候就是话柴就是关心，所以他就是 time for 就是打电话打啥的 call 就是 for 电话。就是 object 给我让 mention piece about it 不，所以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你别乱按我风扇打来不？那等一下再打电话给我，等一下再看到你嘛，再 tap 一个 not again， 等一下再打电话给我，看到你吗？啊，风扇不？美工课老师还在没有风扇的啊，老师现在美工课所以找到老师站在前面了，但是老师没办法接电话，后改了没有？那老师为啥？等一下再打电话给我，可能你们啊封锁所以还没有。就是老师这个比较龙岩班，就是把呢用龙岩班你嘛，到时候老师这个比较封呢不得比较动力动上去的好不？哦，用麦呢不得比较说明天动力去啊，就是今天早嘛哈。那不要打电话给我，我封不上呢。不要就是 don't call me phone， 就是不要打电话给我，我封不上呢。啊，什么 subject 没把握 ，subject 太紧，你太。嘛，所以老师所以不录表来说，老师啊 ，time subject， time verb object 懂吗？晚上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吗？不要打电话给我，啊，我封不上的，因为老师啊晚上都没有空。人家怎么啊？我站着了。你老师，你来帮你老伯老师啊啊。那个老师说不行，一般不能，台湾也去。那老师说今天张万也上班四年啊，对对对，老师说今天好像台湾也三点哦，东南亚的老师呀，老师说今天两点哪一天？那两点哪呀？老师在两点半，老师说东京上班四浦西啊，两点哪一天？我老师台湾请的对，就是今天三点到那个凌晨两点，不要打电话给我。今天东南亚的哪一天啊？封神的，就是你妈来请我不？老师准备找你特别东南亚的。好，请问你这边有没有有人在吗？露西啦，露西啦，所以老师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有人在吗？这个别忙动了。老师，应答这个，应答，看一下前面应答等你，怎么样？隆隆隆，应答后面谁说了说了？我问下应答的问了怎么样？看应答这个拉靠的不咯？所以老师，有没有代表表母？就是老师 respect 没事也表母不？所以老师一般是，这个好，请问有人在吗？是人，有吗？不是人吧？然后在，没是人咯。不在，好，所以对面还有多少人在里头呗？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呢、啊、哈。所以，好的，请问有人在吗？三十三在呢，还在睡觉呢，到天上面走，是三十看没习惯，没说，请问有人在吗？这也露西亚了，啊，咱们没俩不？请问有人在吗？啊，你打错了。那老师打也得表，老师打都嘛念一些，那打如果说一的。反正没啥东西嘛，是吧？打篮球、打羽毛球，就是阿克萨嘛，知道吧？知道了，干啥的？放假了吧？知道说，是的。所以要看情况，你打错了，你打错电话了，懂不呀？但老师好像没怎么放着过我来嘞。不对，没事没事啦，不。过两天没事没碰着，没说没把表了。你打错了，把表了，你放嘛在这路表了？那老师打我呗，对吧？字呢，从那里看嘛，没错，打字啥样的，代表弄啥文咯？不管你我封的阿老朋友，大部分都会打字啦。明天做老师要一点的封的，可是老师用电脑打字，你看那老师公屏上那啥样的嘞？没靠谱耶！就是老师公屏上那啥样的好不咯？找到地址了，所以老师可以来问老师啊。老师哪没录呀？老师也可以告诉你啊。老师设定嘛不录签，所以哈里的吃呗。你看老师公屏上那啥样的哪来嘞？那老师一般么弄 interview 呗 ，P A 卡嘛，用龙眼里录的卡嘛不？没耶，你会打字吗？用中文你会打字吗不？丢啥东西你啥都得啦不？会，过偏皮路呀，我会打字啊，所以老师真是带兵一点不？你会说中文吗？你会写汉字吗？你会打字吗？你打电脑？你打电脑吗？例如，龙岩班嘛，东南下面，
interview 嘛，你为啥中文吗？第八点呢，会放的动态啦，你就录就得啦。你会写汉字吗 ？interview 嘛，懂嘞，你汉字也得啦。啊，因为老师在做公民啊，只有公民出来着，对这方面有点没共鸣嘛。啊，第三个你会打字吗？你代表也得啦。第四个你会打电脑吗？老师会讲给人。你会打电脑吗？这是我老师，你会打字吗？我没问的，你会打电脑吗？那懂了，那我老师这边读的，啊，这边读的。这是我你会打字吗？鲁米的，大平也得了。这是我讲你会打电脑吗？你可不知道也得了着。老师，我打字吗？啥啥也得了，鲁外面。所以老师，那个声音你弄嘛啥呢？啊，第三呢，都讲鲁外表啊，不弄，你讲都讲变漂亮。啊，等我了啊，老师啊 ，interview 嘛，没来没查起的呀，啊。这个公平的把大家的水没骗不你对呀、啊，你嘛不，所以老师这个不要忘记哈。那老师明年的那面呢？希望，希望这边个 hope，hope 就是你要认的，他就是百万吧。啊，老师，多我们家说骗老师嘛，他来说，嗯，实际上嘛他嘞，你都要发骗你喽。English 嘛，所以 I hope you were 把骗人家骗的不 ，hope 好过是 I 上嘛他，你嘛来录个希望我实际上嘛他，老师说了些嘛喏，我希望。我希望你们每天看书。我希望我 subject 希望问你们年度 object B 每天看书 machine possible。哦，你弄你来啥叫不按表练呢？我希望你们每天练习汉字，你弄汉字鼓励来你怎么表练呢？我希望我妈妈身体健康，我没怎么不按表练呢？我希望啊，就是我们国家情况越来越好，马路那年轻你不会讲哪部没有练的，只是老师没有练了，就是希望哈、啊。好，那非常非常啊的诺言，老师你讲到没讲没关系的。第一个老师起码让定下来 ，HSK one 啊，就是好。那说说啊，别理解哪太，还有非常八卦嘞不？我讲了六一样不？那 degree 过来呢？很就是 degree one， 他就是 degree two， 非常就是 degree three。那么他呢？很那的兄弟嘛，对东路亚些，对东路亚的年龄些存着。一般说，我妈妈很漂亮，我妈妈太漂亮了，我妈妈非常漂亮。妈妈煮的菜很好吃，妈妈煮的菜太好吃了，妈妈煮的菜非常好吃。那个妹妹说的中文很好，妹妹说的中文，你妈里表演的有啥个很好？咋搞呢？妹妹说的中文太好了，妹妹说的中文非常好啊！咱们两三句啊，这两三的时间都太也sorry 很好，很也太也非常也东古巴东江么侬，弟弟。嗯，今天太热了，今很啊啥门了？哦，我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有很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人，然后就哭啊太阳的心，对太啊啥？今天太热了，老师啊，三段时间我们很太热，非常冷吗？哦，很太热。今天这个菜很好吃，这个菜很好吃，而且这个菜很好吃，而且分钱老师啊，过年懂老师啊，三的东江东江路近呢，东江老师说说啊，别比我爸比你那么呢。这困难都过三三五七两的老师，三三五七也三三五七也说啊，很娘嘛太很娘嘛非常的彪娃啊。
妈妈煮的菜很好吃，是吧？妈妈煮的菜很好吃，妈妈煮的菜太好吃了，妈妈煮的菜非常好吃，挺好吃。吃。啊，那里要很太非常，那么这啥子啥子两天没得想拿上了，因为老师把表达了没得，讲了把 PM 没得，想吃吃。他说的缅甸话很好，他说的缅甸话太好了，他说的缅甸话非常好。好，对面楼，很太非常。妈妈煮的鱼汤面很可口。妈妈煮哎，的鱼汤面吧，晓得？鸭蛋是耶，很可口。那个可口啊，没有。很好吃吧，东路鸭的鸭蛋是什么？有味道。就是第一那边嘛，东路面的，啥？不是哈，没点到对路。这差哈里比较多咯。嗨，哦，好。妈妈煮的鱼汤面很好吃，妈妈煮的鱼汤面很太好吃，妈妈煮的鱼汤面非常好吃。太岁岁蛋，很太非常。台湾的天气很好，台湾的天气太好了，台湾的天气非常好。好，那欢迎光临，欢迎就是住宿的，welcome。那老师要找，找完老师要下铺的，就是阿发现你发么了，下铺的。那楼下啦，PC 下啦，那找到了。发到了房东他们咯，找到了说下对比不？老师啊，没有抛，哎，老师要帮我找一下我的手机。哎，老师找到了，下对比了，找到了吗？下不对不？找不到，下不对不就是找不到咯？下对比找到了，这说的是什么咯？我找到了呀，老师你们发不？是不是叫我咯？那所以老师。俺也放过下对比，就是俺也放下 object 里面去呀，没开水水的，俺也放下对比。我找到了我的手机。好，那讲到了那不得比较讲到怪我的讲到亏啊，接着冲。接着冲，弄到家买的，对面弄。我找到了我的摩托车。摩托车好，怎么在找工作？楼下的找到我找到工作了，楼下对比不？东路也喏，楼下对比说面楼大比较下啥不哈？那楼下么对的，我叫做还没房呢，懂啦？我还没找到工作，我还没找到工作，楼下么对的不？那找工作呢，不得比找到了叫了我叫亏啊？山特特。那现在丽江会啊？在找，家找工作。找工作，我家楼下没对的，不说了。我还没找工作。他还没找工作，那就挨冻了呀。他还我还没找到工作，俺楼下没对好，是东海。好的。楼下对，楼下没对的。那差当然了，我妈楼上那是我不如没有离明天这一步路，我家离上来呢，所以生意来了说，业绩也是给比较突破哦，知道吗？好，那个老弟要没接，哎，不急，下一步来上一点车。我工作你们的车太多了，你要啊，找工作呗，东西呢？Olivia，找工作以后，
我的腰，我还，我还，我总共就以后我还没去讲。hello 下边呐，嗯，对着人家蛮好的，你要点啥？人家轮你点。找工作，找到工作吧。BY 讲到工作呢，我还没讲到工作 BY。嗯，得讲弄出来讲吧哈，没得录音，那才到讲弄多少？哦，毕业了以后，我还没找到工作嘞。啊，毕业以后，不会呀，米娜，我还没找到工作，啊，路上没对的哟。好，他还没找到工作呢。老师讲工作路径呢，哪里呀？哎，讲工作不第一家路径呢，面里第一家。我找工作在咖啡店。please 大写嘛，他们。在咖啡店，我找工作，我找工作了。我去找工作，但是你放那去，我去找工作在咖啡店。我去找工作在咖啡店。好，那老师讲话有没有？就是先生问先生，你登录呀嘞？我每天早上要去找工作，俺们这边在录多少没？录开哈？录开录了。我很想去找工作。马路人多下去呢，我让马里等他，马路虎等他，A 普了。我很想去找工作，马路人多下去呢。我每天早上要去找工作，俺们那旁边路多下马路。哦，这老路路里，S，格拉马方里错了，我们那路没几家吧？错没哪家屋？多多看看给我清查喏。那从那边个 from 哪个？你从哪里来的？哎，路名嘛，懂了嘛？从这边个，嘛个，听懂哪来的？听懂了哪来的不？喏，听懂啊哪来的不？往返，听懂了就说是哪来的，就是发出法你来懂它了。你听懂了吗？我听懂了。老师你呢？文化不喏？文化就是老师这里路口了，这里的口了，找哪里有老师你呢？不读这里呢，表不要去哪不？被你阿妈。这边干的贵呢。好，听懂了。我老师，你原来嘛懂了没有？我呢，不如没有你嘛懂了没有？我说，啥样子呢？跟咱们这边嘛，这个比我的去东安贵嘛，所以小企业你压力小。过他亚鲁基也有 respect 他有的吧？比如说老师路路没有的，那老师没明白的哦。还是我过，比如讲过他。在公安局也留了，没懂啊，所以说不必冤枉人不？爸妈，如果老师教到我先不要接啊，没有，没呀，没有，都没啊。K 路基里教到对了，Facebook 里吧，都没懂得教嘞喏，没有看来的，看来来看嘛，没怎么样，没有，不要，没拿来啦，没拿来啦，没有不要来点呢，没呀啦，那没拿来啦，那懂了。没拿来拉路没看嘛，我阿宝西个你生嘞，我奶奶生生虎看啥的啦？哎，然后老师爸妈奶奶没要啦，生病啦，好点啦，生病啦，哎，路有点多。所以老师，我爱路有老师奶奶没有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哪里啦？没啦个，小妹是没奶奶老师，如没比如没吧的，respect 他路有叫做专门没对我喏。啊，所以老师查了这个是个表嘛，奶奶小学那里不好，这是老师的理查，但老师第一组考一下。
啊，体态多，啊，不要去哪嘞？美国苗路哪来的？我没做完，我没做完是吧嘞？啊，露露没比对不嘞，所以这个表嘛嘞懂嘛嘞？体态多，我没做完，美国苗路哪？啊，露露没比对不。那老师第一课，课文，打电话，风色的，你好，明个喇叭？请问这组比比比啊子，甄嬛在吗？ 交换是哪说的好了是吧？交换有吗？属于动物苗马查没喏。交换在吗？比如说老师是有哪的，老师有风湿的，请问老师是哪？老师在吗？老师上来哎呦没来了没皮是啦没皮是啦，请问你爸爸在吗？或者说你妈妈在吗？如果没留下来，你妈妈有吗？都没呀不。好啊，你答错了，你把别的风马擦鼻。我们做了没有？阿鲁迪玛没洗不把没洗下来，叫可嘞。 江华的江华路口的路，阿鲁迪玛没洗吧？不的，对不起，倒白白的。好，打电话哦，手机啊，那个，嗯，山特特。打电话，你好，请问江华在吗？你打错了，我们家没有叫江华的。 对不起。好的。啊，课文读，在学校，您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从啥嘛？关键是你能懂它啦。几岁？到不老嘛？开始啥比较？学跳舞？你从几岁开始学跳舞？你到不老个啥比较？干在哪里的？到时候找到了表表，你到不老个啥比较啥在哪里？对不对？ 我从你从没跟我，你到不了个啥比丢啥在哪里？你从几岁开始学习？太晚了。这有啥？你到不了个啥比丢啥在哪里？龙飞，你从几岁开始？ 你从几岁开始学习汉语嘞？好，汉语。那到不了个啥比干嘛在哪嘞，Olivia？你从几岁开始学习开车？开车。好，你到不了个啥比台湾多大嘞？没等的。 去台湾吗？妈妈太有几岁吧嘞？没空吧嘞？你从几岁开始去台湾？你到不了个啥比给咋地咋嘞？你从几岁？ 你到不了个啥比给咋地咋嘞？你从几岁开始弹吉他？ Nora， 你到不了个啥比 basketball 个啥啦嘞？你从几岁开始打篮球？好，开始打篮球。好，所以老师今天嘛，请一下思路路亚人了。那我第一次跳舞，我不太满足，而且，干容个，是不是？是，皮巴的，外，在七岁的时候，在嘛，七岁的时候，啊，在困难点嘛的。哦，我第一次跳舞的是在七岁的时候，啊，在困难，我不太满足干容啊，在困难点的。 我女儿今年也七岁了，我的妹今年第二年也来呗七岁了，可能你是爸比的。我希望俺苗丽娜，她能她读嘛个能算哪一点？跟你奶奶学跳舞，奶奶都教的不苗丽娜的，可以吗？要么啦的，你们嘛不要那个的，阿个小猫都没来的，不要，没问题的，阿个小猫别苗的，非常欢迎研究组娃的啊，别苗啊，在学校。
你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我第一次跳舞是在七岁的时候，我女儿今年也七岁了，我希望她能跟你学跳舞，可以吗？没问题，非常欢迎。好，那一我念一次，在学校，并加到那里太短了。在学校，你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我第一次跳舞是在七岁的时候。我女儿今年也七岁了，我希望她来给你学跳舞，可以吗？没问题，非常欢迎。好，非常欢迎。你要等一下再念一次，在学校。在学校，你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我第一次跳舞是在七岁的时候。我女儿今年也七岁了。我希望他能跟你学跳舞，可以吗？没问题，非常欢迎。啊，第三个在家里，哎妈的，你知道吗？你在哪里？大卫找到工作了。你这个路上就大毕业，找到工作哈，太好了。大刚哪位的？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从昨天嘛。什么时候被请开始下班了上班？都被天干啥比了，都这样嘛来的。从嘛下个星期一做哪么等你哪里开始啥没的。所以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哪么等你哪里要啥没的。这 subject 是撇的饭。他的度夜第一个工作不他妈从阿路撇吧来的。希望苗栗呢他能喜欢都苗栗都在哪部苗栗吧来的。好，所以啊在家里那个机票票等下送到单传。在家里你知道吗？大晚上的工作了。太好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上班。熊上个星期一开始，这是他的第一次工作。第一个工作。希望他能。好，下一位那个机票面楼再念一次。在家里，你知道吗？大卫。讲到工作了，太好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从下个星期一开始，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希望他能喜欢。好，第四个在教室啥点干嘛？昨天的考试怎么样？明天也啥没回家不留来的？你多你阿龙哥听懂了吗？哪里了？这小麦谈了，哎，不过阿哥阿嫂的故事嘛，变罢了。听懂了，哪里来的？啊，你都做完了吗？你阿龙露比比啦？哦 ，sorry， 你都做完了没有？做完了没有？露比比啦，老师，你都做完了吗？麻烦你们都没有放那东西，老师是开了表的。你都做完了吗？你阿龙露比比啦的啊？你都做完了没有？你阿龙露比比啦的，太多了，题太多，没够阿龙来的，我没做完，阿龙罗没比的补的。好，那老师啊，念一下那个接人在教室。在教室，昨天的考试怎么样？你都听懂了吗？听懂了。你都做完了没有？题太多，我没做完。好，下一位那个扣空再念一次。艾露奇，昨天的考试怎么样？你都听懂了吗？听懂了。你都教完了没有？题太多，我没教完。好，那老师按啥的关系？那个 Kimi 说第一题。老师从几岁开始学跳舞？老师从七岁开始学跳舞。好，第二题那个素以白。老师想找他的女儿跳舞吗？
老师，小张，阿彪啊嘞，老师想让他的女儿跳舞嘛，爸妈都把累不嘞？老师搞的，杜月的明年阿家点去啦。老师想让他的女儿跳舞，都没有阿家点去比起啦。哦，老师想让他的女儿跳舞。好，第三题，凯凯。大卫什么时候去工作？大卫星期下，对，下个星期，大卫下个星期去工作。好，星期一，那个你今天几票？您查查啊，第四题。这次考试，他都听懂了吗？这次考试他都听懂了。然后第五题那个，还没他。他考试为什么没做完？他考试没做完，因为。因为题太多了。因为题太多了，好，练词了，明天再讲了。老师今天啥脾气啊？练习 real rich， real rich 够得查理龙了哈。老师干嘛？老师 real rich 够 writing 这个，老师 grammar 这个乌鸦比较米点吧。让老师 real rich 得查理龙吧。那老师跟咱们明天的 real rich 不？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一二三四，等一下啊！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多张是啊，明天，明天天谁？明天周末咯，明天周明天天谁？前过的啊咯，三多张的是啊，明天三天也张的，前明天天谁？明天天谁不给你等嘛？不会等少咯，咱们通单多了。现在应该在这，现在应该在这数着，明天天谁？古奈啥皮路也有喏，古奈那是，古奈那是有古明的喏，古奈是的。美国故事也没录吧？喏，